诗篇第七篇一到十七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若行了这事，必有罪孽，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，我也救了他。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直到追上，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，使我的荣耀归于尘灰尘。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敌人的暴怒，求你为我兴起。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，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在从其上归于高位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，耶和华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，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若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将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